Hello， 各位，你们在同人会场上有没有看过这些穿着全黑、装备很有特色的人吗？是的，他们是一个 cosplay 团体——自宅警备队，称作 NIT 尼特。他们24小时不间断保卫家园，而且不拿薪水。他们的训练十分严苛，导致有些人想放弃。不过，自宅警备队是不会放弃同伴的，向工作说 no。向说弟们说 yes， 他们的主要战场是各大同人展，遍布全台湾。如果你不认真拟定作战计划的话，你必定会错过好东西的。准备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重要的作战——同人展行动。这是地图和产刊，你会需要的。感谢。好，开始行动。等等，那不是？那不是我老婆？什么叫做你老婆？她是我婆。才怪嘞！这三个月就换一次婆的，还敢说？管你的，我买定了。讲太多，这挂轴我要了。我的，我的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来猜选，您就可以买，怎么样啊？来啊！剪刀石头布，一刀斧来啊！别急别急，三战两胜。切，来这招，没关系，我奉陪。剪刀石头布，不，爽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婆，对不起你。别走啊！我付装备给你，不，三倍。好啦，看在你没有女朋友的份上，就给你吧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但是你要付装备。团体自宅警备队。